宝贝儿，第1864届撕纸滑了山水大赛现在开始。墨绿色加白色，首先给它调一个淡绿色，铺一个底色，然后撕纸撕出一个山的形状，往上一贴，用我们调好的浅绿色就这么往下滑了，然后再用白色把下边给它一顿揉吧，哎，就这么滑了滑了，揉吧揉吧，第一层山搞定了。同样的方法，同样的步骤，我们再来划了第二层山，只不过第二层山里的绿色呢要稍微多一点，也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，哎，第二层，哎，然后第三层颜色就更深了，反正越往后颜色越深，哎，再把下方给它匀乎匀乎撕掉，哦，这个效果，下方呢用绿色给它画出一个水岸，画瀑布了，日照香炉生紫烟，想着楼下烧烤店，口水直流三千尺，无奈媳妇儿不给钱。你以为 我画的是瀑布，其实我是馋的流的口水啊！然后再给他画上一棵樱花树，这幅画就先这样了啊！你们觉得还缺点啥吧，宝贝？这画能换一顿烧烤不？这画呀。